前面呢，我在帮你做楼梯。嗨，骰子你好。还有2098137803，感谢你的追随。你为什么抓好快？你这样只要再挖一层吗？再多挖一层好了。一二，对啊，再多挖一层。把楼梯用光，再多挖一层。来，走开，走开！我挖，我先挖。我怎么觉得我头有点痛？哎，我放错边了。就挖这一层吧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暗能宝石矿，有这种东西耶，新的东西耶。蝙蝠不能挖，要红石以上的，就是铁镐才能挖。可以做铁镐啦。对啊，可以做铁镐啦。对啊，啊，我把木头放进去，原木。嗯，42个原木。没有笑什么、啊？我是在跟谁玩？跟芊芊玩啊，这个就是芊芊啊，然后还有98。98变蝙蝠了。然后你有没有打算玩 1.9 生存？有啊，我前两天都是在实况 1.9 生存啊，只是今天假日芊芊要玩可以变身的，所以我就开有变身模组的东西来玩。然后我还是会实况 1.9 生存的啊。悠悠看，来硬的是桶嘛？哎，小姐，你为什么挡在前面？嗯，我有铁。你有铁？然后呢？叫你挖地下室，就跑去外面玩。是啊，芊芊是我女儿。你有铁的铁镐了吗？没有。哎，怎么又是红月了？怎么又是雪月了？要关门了，把门关起来。关了。然后放半砖，人家可以开始练功了。可是会应该会有特殊怪吧？没有，就只有小僵尸会跑进来而已。刚试够了。可是我刚刚在外面看到有一些怪跑很快、欸，而且还有一些。我刚刚就是这样子放，不是、啊，就放上下半砖，就一格而已。第一纪元那是什么东西啊？你为什么那个成就？哦，拿铁镐去敲刚你拿的那个黑色的矿石，哦、都有得到成就。铁镐借我一下吧。拿去。没吸到。哎、欸，为什么？啊，它掉到楼梯掉下去了啦。发现暗黑第一纪元。只是我现在没有多余的煤炭可以做火把，刚全部都拿来烧了。啊，我这里还有26个煤炭呢、啊。又雪月了。
对啊，小僵尸会进来啊，是还好啦，小僵尸杀一杀，就只有小僵尸一次而已。一二三。越来越好。嗯，把它挖平就好了。变回来。嗯，哎、欸，那探宝你是还没，你是放弃了吗？为什么突然都没声音了？也还没弄好。完全卡住啊！你是哪里卡住？到那个 open 里面的。放 open 里面的。我点第三个那 INS 啊，就没有出现那个我下载的资料。什么？你下载的资料？真是假？对啊。不是啊，你下载的资料，它档案名应该会是像，会有一个，会有一个那个。我查一下那个档名，我有个档名是这样子的啊，这样子的 TRC IP 就 mc.ltw.tw 啊，没有变啊，开放的。这时候是放在这里，我那时候是这个，哎，这里啦。哦，探宝直接把那个档案给你，看这样可不可以？然后它是放在 download 啊，放在你的那个 download 里面呢、啊，这也是这个东西吧？嗯哼。还是直接把那个资料夹丢到这里面？就你下载的 download。下载的东西放到这个 download 的里面。啊、哦，红月了，越来越红了，好红啊！为什么我刚带着它就自己的慢电影的慢了？不晓得、欸。为什么会玩创世神？就朋友约玩创世神，就来玩创世神了。这就放垃圾桶。垃圾桶。嗯，垃圾桶。哎、欸，我有一个铁脚，这是什么？这螳螂腿。我刚好听到奇怪怪的声音，哎，都听错了吗？嗯，不晓得，这是可以装在装备的吗？不像。很想挖沟。对啊，一只腿啊。然后他说最高生命值加 1.0， 不知道是干嘛的。有人这时候红月的时候进来，我想等一下一定会出现他一直死亡的声音吧。有可能。他马上离开了这个游戏，这个损啦。干，家在哪里？不告诉你，哈哈哈哈哈哈！不要告诉你，肚子好痛啊！变猪啦，那你自己打。啊，肚子好痛，这么老狗。我不要告诉你。IP 坐标是260，哎，对啊，260300。那你出来啊，走狗。干自己还不一样，输烂一个。哎，有人恼怒了。这是什么、啊？你又开始在装饰了？等到早上啊。对啊，外面怪超多。
你进应该是进不来啊。大概将近有30只左右啊。超恶心的。我跟你可以把门打开啊，开始练功。对啊，门打开可以开始练功。啊、你要练给你练，你要给你练。不是啊，我女儿跟我那边抢位置卡住，看不到东西。是啊，你们给了坐标，然后结果你们人要怎么进去？什么进去？你们对那个门干了什么好事？反转啊！你到了吗？你到了吗？早上再说。到了，结果发现，干我人进不去啊！我不早说啊！你有没有说你人到了？我帮你挖掉嘛！哇，难过、哦！来来来，快点来，快点来，快点！你们不是应该要救驾才对啊？吓个屁！早上见。等早上再告诉你，你再进来吧。搬砖，搬砖。搬砖。啊？搬砖呢？搬砖在我身上啊。你要练功，好，给你练功。去去去去去去！这个奇怪的石头只能做装饰品而已。好像早上了耶，不行。对，早上。可是怪物也太多了吧？哇、哦，这种怪物。哦我靠！僵尸也会，小僵尸拿武器耶！这怪也太恐怖了吧！超多的啊！我在杀，群魔乱舞。哎、欸，打到我了！好，好的，好的，走开，走开。该没了吧？没了，没了，没了，没了。目标？啊？哎呀，怪！目标？作家刚刚不是念给你了？对啊，再说一次嘛，快点！他那个是松饼吗？280 280 300 PVP 关掉吧，不要关掉就不好玩了。就是不动那个任何设定那样玩比较好玩。人家人都没有办法晒干呢。对啊。吃人族。哎、欸。酒吧吃的。把你吃的肉，人肉，对不对？对啊，那是中毒了。所以酒吧变食人族了。我也要解成就。食人族，好了，我出去探险了。哪里还有？没啦、啊。
Andy 051009，感谢你的追随。啊，忘记做铲子。那都有很奇怪的人头，不知道干嘛用的，然后也没有合成表。哎，不要打我啊！哦，这是你哦！哇，不要打我啊！像你有蝙蝠，可是你打死我，你也不能飞啊，你也只能有我那个模子。我也可以变身，我也可以变身啊！哇，有苹果树哎，哪里？在上面啊。是哦。对啊，我这边的上面。有一个苹果树，没看过这版本。这个版本是《进击的 B 小队》的续集版，《进击的C 小队》。哎，有苹果可以摘，哇！等下点右键还是左键，它会自动取下来吧？就点右键啊，然后它这样就可以一直收成啊，哇！就不用不会缺，不要点左键打掉哦。然后这个版本是 1.70 版的 ，1.710 的版本。那苹果给你啊，你干嘛？它长大了就没有了。我不小心把石头放上去。哦，你很笨呢。这还没长大啊，长大它会变成100%那个才能收啊。你没有那个，你按一啊，这个就可以显示了。你有没有问我？嗯。又下雨。哎，为什么还是有世界被那个地图被切一半呢？这我也不懂，我也不知道哎。你有没有看到那一段？你有看到吗？有啊，刚好看到啊。我重开了还是一样，怎么会这样？好像就这一罐而已吗？还是很多地方都有这个？哇，这什么啊？哇塞！啊！你要飞到哪里去了？它有一个大树，你下面有好像类似科技的东西耶。哦哦，对不对？哦、外星科技是这样子吗？好像是吧。只是我进不去，那个玻璃打不破。外星科技，这里有进来了、啊。没有什么，他就写引擎 power， 哎，是引擎吗？反正就说关掉这样子啊。可以改，可还蛮帅的。干嘛的啊？这是外星科技吗？这样是吧，而且这也太帅了吧！还可以放东西进去。它这边有东西耶。对啊，有东西可以用的，不知道怎么用。哦，有，还有胶囊哎。还有武器吗？这是武器吗？拿一个来看。没作用啊，是干嘛的？哎，这个跟我刚刚打到的那个腿一样的东西啊，是可以组装起来变机器人之类的了吗？还是怎样？这我也不晓得。大叔有没试过这个东西？加60 XP 经验。我刚按了什么东西？出现什么地东西？这是什么地图？就晋级西小队的地图啊！外星科技干嘛的、啊？都是英文的，看不？小白也是用中文的、哦。这是什么？
茶，外星人喝的茶，可以喝哎、欸，呵呵，可以喝哎、欸，呵呵。喝什么？初学手艺，我在那个很大很大棵树下面这里啊。外星科技，进击 B 小队的他那个故事背景啊，当时就是有外星人来了、啊、还是怎样，然后去打那个外星人之类的。我觉得我眼球左眼眼压好高的感觉，太痛。其实他有任务表，任务表不知道怎么去接他的任务。宝宝是这一颗吗？嗯，对啊，我要回去了啦。采收蓝莓。哦。哎，我的旧时的那一颗呢？谁拿去了？用完记得放回去啊！是你拿去了？啊？谁拿走做旧时的那一颗啊？我给你开。开什么？开这个就有那个那三个成就。成就。哎，对，哦，在这里的，放在这里。这颗有旧式的，宝贝要去哪里探险？嗯，要去哪里探险？探险，等一下吧。先种东西一下，身上有奇怪的种子，种。爸爸。啊。我可以在水里建成后游泳看吗？可以啊，为什么不可以？的。ENDARMA Enderman 哦，嗯，是这样子吗 ？Enderman 109，感谢你的追随。我也变身了，我的是黑色的呢。你在哪？这有泡泡哦。哎，所以轰他不能呼吸。没有，他跟人一样。他跟人一样。就要晚上啦，所以我可以，短一短一短一，这什么鬼啊？我的比你大个，这是什么轰吧？对啊，一个生物啊，变形模组的东西啊。我回家，进不去啊。太大了，它变回来。史莱姆，我回来了，小小史莱姆，我史莱姆回来了。哎，我木头嘞，放这里，然后木头做一些那个叫什么？板模，我可以变一样吗？变啊，等下变成沙。要。变大了。嗯。
手柄。做那个斧头啊，手柄470-77650，感谢你的追随。你有手机？手机哪有手机？那你？哎、欸，对啊，这不是啊，这是 iPad Data Pay。为什么？它？哦，晒衣架。喂 ，Data Pay 是干嘛用的？哎、欸，我外星科技的那个资料表、欸，哎，我拿到了他的那个类似 iPad 的东西。iPad。嗯。我要睡觉。果然是外星科技。好炫哦、喔！在家睡觉。欸、天黑了、啊。酒吧没有回来。酒吧睡觉。酒吧在外面好不好？在家睡觉。酒吧登出。酒吧登出。酒吧登出。这是个好主意。好，等一下、哦哎。有了。起床了。在酒吧里开了游戏，这样就好了。对啊，他登出就可以了。不在家的就在登出这样子。我继续看一下我的 iPad。为什么看不到了？哎、有了。早上了吗？早上啦、啊。好了。哦，还可以扫描啊。哎，外星科技耶，好炫。有女仆模组吗？不晓得哎、欸，要看他有没有装。外星科技有雷射枪啊，这是雷射枪吗？宝石工具，酷哦！可是怎么知道怎么去研究啊？装备。没有任何资讯，没有任何资讯。宝贝，啊，可以做铁剑吗？做啊！哎、欸，出来求救！怎样？怎样？怎样？求救！怎样？怎样？走！哦，这是外星人！啊！快关门！关门！阿莫进来！有了哎，我来找的了。对啊，是我的吧？对、啊，这是我的墓碑。回血，我要去上个厕所，顺便吃个头痛药。我的头痛药呢？嗯？怎么没？不是啊，头痛药。你看到我的头痛药？在外面吗？上厕所。有人一直在控血，而且呢，黑色的泡泡。我可以变红，大叔，我变红了有。大叔转身。大叔说。你上。